很主错，对吧？对吧？对吧？我突然忘了什么？朋友们，这次的不是案例的问题，先说一声，朋友不知道这个球迷怎么用。好的，有意思啊，那继续继续。凯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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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乐一家。就你一看我的花，一下子知道这个球迷。三秒内我画完，三秒。对吧？对吧？是对吧？太多话题啊，太多了，我要继续画一样的。哇哇，真棒！哇，你看一下啊，这个是你看起来这是什么？山，对吧？对吧？因为做一个很高的山，很小的沙呀，堆起来一直啊，到底什么时候做呀？不过我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对，一天天以后，哇，是山啦！哇，是山！哇，积少成多。积少成多，指积累少量的东西能成为巨大的数量。下次是学习朋友画，我来，猜，这个也很有意思的，是艾丽，这是朋友们，朋友们觉得啊，艾丽到底干嘛？她做什么？这个球迷里头有这个字，对吧？脚鞋。然后呢？现在艾丽这个动作是什么？写字。不是，我现在艾丽鼻子，艾丽画画。哦，有这个字，画蛇添足。对吧？对吧？艾丽为什么这么看？艾丽呢做多此一举的事儿，所以呢旁边朋友们说，艾丽干嘛做那样？那样的时候不是用这个成语吗？画蛇添足，指画蛇时给蛇添上脚，比喻做了多余的事，非但无益，反而不合适。OK 了，艾丽完全理解了。这个很简单，非常非常简单。鸟语花香，他没有。对啊 ，OK 了，多么简单。鸟语花香，鸟叫的好听，花开的喷香，形容春天的美好景象。最后，这个成语是艾丽说过的成语。哦，说过的。如果你集中的听了我说，那你肯定知道，最近不是艾丽公演吗？艾丽的公演舞台是五颜六色。
五颜六色。有舞台是五颜六色，我说过吧？对，就是这个成语是五颜六色。五颜六色，形容色彩复杂或花样繁多。朋友们，今天跟艾莉一起测试成语，怎么样？很有意思了吧，爱丽丝非常非常有意思，那朋友们也期待一下下次的成语测试。